好。你们的定位点今天开二楼。今天只有开二楼。再看，好不好？来那个，来大家麻烦往那个后面移动啊。小蔡来。小蔡。哎、欸，集合一下，有要跟我们冲的，有没有？要冲的，从外面冲。这些跟我们冲，然后。好，可以啊。哦，这些等一下跟我们冲。哎、欸，跟你讲一下，你们等一下在这边守，我们几个要往下冲，从后面来。这个是往那个炸鸡坡冲下去。对，然后到 B 图那位。对。再从小门杀进去。好、哦，可以啊。好。那剩下的啊，剩下就是从这边走啊，一样。我们待会要从外面跑去往回杀。外面。对。好。好。冲！你们先冲。我们直接从那个大斜坡下去。你们跟上，让我们得人了、啊。英姐，看可不可以再往前冲？好。我们想办法往前推、啊。对，要对想办法往前推，然后从那个后门。看到。架着。上面一个路，但是这边路，但是后面不知道会不会被跑掉。应该没那么快，没人的啦。往前吗？冲啦，要不要 ？Go！交火！赶快跑过去交，接波架。好，小蔡应该不用问哪一队，反正进去他以为。我刚没看到他。没有，他一定不会认为蓝队跑到这边来。好，小蔡，等你火力哦。等一下。Go！那秒枪灯。这边架好。先换灯。一个。好，卡在这边。我们往前坡。狙哥守在这边。好。我跟你，出去吧。可以看到吗？哎、欸，
火力一下。正方，正方。